好，这个是我在淘宝买的 DDS 按摩枪，这个是小鹿碰击君。那我们先来示范它一下它的声音。好，来开一下下面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第二段，第三段，头都喷掉了。好，再来小鹿碰击君，长按，这是第一段，它一共有四段，第二段，第三段，第四段，好，再按一下就会停，再回到这一支。把头装回来，第一段，第二段，头又喷掉了，第三段，关机。好，体积大小跟声音强度其实都有差，那要选哪个其实就很清楚。